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来田野边的水沟里收地龙了。你看我们田野上的风景多美呀，绿油油的一片。我先看一下有没有鱼。哇，抓到一个大货。可以吧，还有几只龙虾嘞，哇，还有这种鱼耶，好好好漂亮啊，你看，收下一个地龙了。哎呦，我呀，哈哈，抓了一个这么大的蚌壳啊，这里面会不会有珍珠啊？哎，不管了，还抓了几只龙虾，看到没有，还挺大个的。妈呀，太脏了，这里这地龙。哇，抓到好多小龙虾呀。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，黑黑的。嗯，哎呀，出来。哇，装了一条大鱼，看。还有龙虾。可以啊。收最后一个地龙了。妈呀，你还不出来。哇，好多龙虾呀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抓到了好多龙虾呀，还抓到一条大货黄鳝，还可以吧。哎呀呀呀，还抓到这种鱼，还有这种鱼，你们知道这种鱼叫什么吗？不错不错不错，今天又可以吃到小龙虾了，太高兴了。